好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啊，重新跟大家再制作一下金石群玄学的混元功法，也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课混元功法。那么我们混元功就是金石群玄学的核心功法，也是基本尖架。练好金石群玄学混元功，它有着至关重要的责任，重要的因素。如果说练不好混元功，一切的技术就等于白练了。那么我们首先介绍混元功的第一个训练方法，就是说个法。首先找一个这个凳子。那么我们下面让一位同学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说个法。脱掉吧。那手不要很冷哦。把东西拿一下。首先坐好以后啊，把身子向前扑，啊，头向前顶。把脊椎拉开，这是练缩骨法的第一步，这叫扑身。那么做好以后呢，再向后做吞缩。这样吞缩的目的啊，就是把那个脊椎改变了人体的一种 S 型脊椎，通过含胸八背。沉肩坠肘，使这个后背啊向后啊弓。所以说啊，金家公里面有一句口诀叫“胸如动”，你看要含胸，背如弓，你看就像一张弓弯弓。哎，弯弓啊，它就是整体肩架的核心部分。所谓的外三合啊。肩一垮合，就是混元功最核心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部位。那么再来，那么做好以后呢，目光向上前方望去，挺脖，就像一个猴，目光向猴向上前方望去一样。挺脖的目的，也就是让不压迫气管与肺部的畅通。做好以后，我们再做向前扑身，吐身也就是徒身，拉伸脊椎，把弯的弓形脊椎通过拉伸，拉伸以后做好伸前扑，做好以后啊，再回来，做好以后要检查这里，在旁边。就这样，做好以后，检查标准以后呢，你就开始身子再向前扑。哎，身子脊椎主要拉伸的目的啊，就是通过弯曲压缩以后啊，经过拉伸，充分的活动那个脊椎，也就是一种典型的脊椎运动。再回来，再出去。那么我们说的这是正面，再看看侧面。
侧面你看，他背是直的，头使劲向前顶，把那个脊髓拉起来。做好以后再回来，也就是养成那个脊椎啊，呈一个弓形。要注意它的垫部，你看啊，在臀部，尽量把这个臀部啊用来坐在凳子上，使它肩胯相合，更加连紧，啊，紧皱，再出去，再回来。好，返还正面。这种手啊，拉的方式啊，就是叫直拉，也叫竖拉，主要是练向后吞活的时候啊，这种脊椎运动。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横拉。横拉呀，也就是主要是在练习含胸八背的同时啊，主要是矫正那个升降中正，还有就是练习沉肩坠肘，和竖拉一样的。回来，练习沉肩坠肘，把那个肩呢、啊、往下拉，使肩背与肘之间的贯通。手拉住下面呢，手腕为顶，为顶呢也是肩肘手腕手全肩，它能够贯通起来。它伸直啊，虽然做好以后它也是中正的啊，它都不要像直拉一样的过分的往后倒，它也是矫正身板的一种方式，对吧？回来，继续，回来，继续，回来，好，停。我们在这个做这个的同时啊，如果说把它做好以后，都要讲究频率，不管是横拉或竖拉，你看。要加快它吞吐的频率，一直开合的频率。也是训练一缩一重，重为俯身，缩为喉形，从基本功开始注重频率训练。横拉，快速吞吐，匍身缩身，才有机会适应快速打坠，快速打击方式。那么这个肩架训练完全定型也需要两三年，所以每天呢、啊、从10分钟20分钟，如果时间多了可以做一个小时是最好，它定型更快。好，行了。那么说过法我们觉得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接着讲第二种方法，就是阴阳大法。阴阳大法它就是在锁骨法的基础之上进行站立性的全身性的协调性训练。首先呢是坐式，再进入了站式，把坐式的肩背架子啊运用到站式里面，达到什么手与脚合，肘与膝合。锁骨法主要是练肩与胯合，那么我们可以首先让那个同学把右脚摆在前面，身子前扑，蹬起后跟，膝半跪地，哎，
同样按锁骨法这种方式拉伸脊椎，这就是俯身。做好以后，再转肩、甩背、吞身、锁回。大家注意看，慢慢看，这就是典型的混元健将，也就是开活的一种比较中正的一种架子，摆个侧面。你看他的肩架重心始终在那一块儿，他就不会向后倒，也不会向前扑，他这就是沉肩，看见吗？肩要拉下来，使肩背贯通，贯通以后，这样他就是肘腕全肩的贯通了。其重心呢，重心首先要看，一般我们做的是五五分或者是四六分，前脚的脚尖呢微微翘起就行了。再摆回来正面，做成这个架子以后呢，然后首先它架子中不中正，首先看它的那个脊椎那个髋关节那块骨头那里，它与膝盖它与地面呢基本是垂直。如果说容易犯的错误啊，重心在后，前伸后屈，走出了前伸后屈夹子塞，这个的角度啊就不对，角度应该是直起来，它这样就失重了。所以说左起来，它那个髋关节那个关节啊与地面它是垂直的，所以说大家注意的时候啊，主要检查它的肩架。那我们让它动起来，前扑伸直，再回来。哟，按照这样做呢，熟以后。做熟以后呢，进行那个频率训练，尽量加快它的频率。换脚，再看看侧面，在练混元功啊之前，首先要经过锁骨法、阴阳大法，它的协调性训练，做熟以后啊，它才能把它综合起来。这就是阴阳大法，那个需要练功之前呢，首先得把这些锁骨法、阴阳大法再花一点时间，就像一种热身运动，做好以后，把全身做柔以后啊，再进行那个混元功的综合性训练。那我们接下来呀、啊，我们为大家再讲那个第三种方法，就是发声，也就是雷声。发声方式呢，对初学者来说，它主要还是我们从短声开始。短声呢，也就是为了让初学者能够掌握真正的有气流找到有气流向下吸冲击或者进入丹田的感觉，这就是典型的一字通三焦，也就是打通任督二脉，甚至于七经八脉。短声呢，我们分为平头、昂头、挺脖。昂头挺脖的目的啊，这样发短声，比如说，
这样主要就是为了挺起来，找一找，通过划绳的同时啊，找一找从这一段到这一段有气向下冲击的感觉。找到这种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平头进行平头式的划绳，一、一，这样的划绳也就是找从胸到胸脯之间有气向下冲击的感觉。那么低头呢，主要是观察小腹丹田部位，用目光看着丹田，通过短声，有气流下冲丹田或者进入丹田的感觉。如果说这种感觉三种感觉都有以后，就可以把它连起来单一的练一练。